露骨网球女 3D 更好看。这幅经典的 Tennis Girl 海报35年来全球售出200多万张，当年的发行人为了延续经典，找来雕塑家阿 Ben 将这个诱人一刻立体化。想中人英国网球女 Fiona 亦肯再次献身，被工作人员全身倒模足足七个钟。阿 Ben 大赞已经53岁生了三个细路的 Fiona 身材没走样，雕塑用了七个月才完成，再涂上 23.5 卡的金漆，将会在英国巡回展出。